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冯建宇。8月25日呢是七夕节，我会在咪咕咖啡做一日店长。咪咕让每一天更有趣。咪咕，我贼喜欢你。参与咪咕官微活动，用方言表白你喜欢的人，和他一起甜蜜一下。参与话题：七夕节方言表白，话题榜前三名，我们用咖啡云合影。也欢迎大家多多到咪咕音乐支持我的新EP。DTX 也可以在下边留言评论哦，爱你们。